同样也引发居民抗议的呢，还有台东县三仙台风景特定区里面准备要开发的民营水族生态的游乐区。居民认为呢，负责开发的单位没有提供充分的资讯，也没有阿美族的同步翻译，所以让居民呢不了解这项离海岸只有100公尺的开发案究竟是什么，所以他们今天也出面抗议。30多位老老少少的民众，大家一字排开，躺在成功镇三仙台这个小而美的基辉渔港码头，身上盖着抗议的布条，他们大声说出对渔港和海洋的热爱。因为这个渔港现在要动工新建12公顷的民营水族生态游乐区，一个礼拜前开发单位召开动工说明会，可是参加的居民认为说明会没有把开发案的详细内容说清楚，而且没有请阿美族人进行同步翻译。居民不清楚他们每天自由进出的渔港会不会因为开发成游乐区变得很难亲近，而阿美族人举行祭典的基辉海域会不会也遭受污染，居民心中的疑虑，希望有人可以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交代。以西里岸之歌我们永远要吟唱着，以后如果污染的话我们怎么再唱这一首歌。希望宝盛集团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会，一个很明确的说明会。由于这个开发案位在偏远的台东县成功镇三仙台，很少人知道，居民只好利用脸书发动串联，已经有6000多人联署支持居民的诉求。一位脸书的网友还特地从花莲玉里赶来相挺，非常的心痛啊！就是我们的土地竟然遭受到这么，在程序争议上面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状况。其实这个开发案20年前就在成功镇传开来了。开发单位在三仙台风景特定区内积极购买土地，民国98年通过环评说明书审查，今年就要动工。但居民不了解的是，三仙台本来就是海水清澈见底、自然生态丰富的地区，人人都可以亲近，为什么还要盖一座生态公园？他们希望这一次的诉求有人能听见，也希望东海岸还有5、6个已经完成计划的开发案，政府也能严格把关。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